假装单身骗女子酒店开房，被丈母娘抓现行。视频中丈母娘透露，男子15天有14天在外面开房过。女子得知真相后也火冒三丈，与男子丈母娘妻子一同教训渣男。你知道了吧？看到了啊！你他妈真的是不是人！他骗我，他说他单身。单身？你听他的话，太社会了。如果说你没事，他的话我听不下去吗？我，你女儿跟我说他单身呐？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要干嘛了？你要做好朋友？什么呀？你真的太过分了！我和我的都是单身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你他妈居然骗我！你结婚了？你已经结婚了？你知道从几五号到今天我一起跟着他？你疯了吧你！他是谁？酒店开房？好，要出来呀！好，你单身？单身了。从几五号到今天开房了？女的都不同意，还女的还同意花轿嘞？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爷们一个一个的造起来，又说没了，后面呢？啊，你神经病！